大家好，我是 MG。今天呢，Alan w c k e 上线了，游戏本体有八十 G，为了给它腾硬盘空间呢，我准备把 COD 十九的所有录制素材啊都给它删一下。刚好关于 COD 十九以及整个 COD HQ，还有最后一个回顾性视频没有做，今天呢就把这个坑填一下，顺带呢降降权重啊。早上呢稍微性情了一下，导致权重有点高了。 所以呢，来聊一点这个儿童向的这个话题啊，降降温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认为 COD 目前所有的游戏设计啊，都是直接服务于动视的董事会财报啊，尤其是从 COD 战区以后就是这样的。它的金融属性呢，已经远超商品属性了。商品属性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开发玩家想要的游戏内容，来吸引玩家付费游玩。 啊，这就,就跟你在街边吃饭一样的，那肯定是这个饭好吃你才去买嘛。而金融属性就是通过量化分析做出相应的宏观决策，拉高利润，那就是很简单，把所有的这些数据都给它量化了，然后做一些数学期望上的一些规划，然后最终再根据这样的量化的分析结果呢，做相应的这个游戏开发运营上的决策。最典型的操作就是 COD 二十。 本来是 CODHQ 的 Year Two 免费更新啊，附带一个付费的单人战役。但是呢，COD 十九的日活与玩家年度数据呢表现不佳，动视就担心说，如果免费更新 Year Two 啊，会有断崖式利润下滑的风险，那下一年的财报会很不好看，所以就把 Year Two 改成了 COD 二十，重新再卖一遍。 玩家这个不是流失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让留存的玩家多花点钱，把这个窟窿补上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这就是动视现在做《使命召唤》的思维啊！这完全是在做金融上的量化，而不是在卖一个呃商品性质的游戏、啊。作为玩家来说，我为什么要对吧？为这个相同的游戏内容重新再付费一次呢？啊，你单独卖了以后也没有配得上这个价格的额外内容啊！ 动视呢不关心这个啊，毕竟在量化上算过了啊，现有玩家总数乘以愿意花冤枉钱的凯子比例，再乘以七十美元的单价，一算啊、哦，不仅能弥补，甚至远超，对吧？这个流失玩家带来的损失啊，那干嘛不拆开来卖一遍呢？毕竟在这个宏观的量化分析上已经走得通了。 动视不听玩家的意见啊，也不是傲慢，而是他用量化手段在做决策，而不是说哎给玩家发问卷，然后根据玩家的反馈来调整游戏开发与运营的方向。近些年的饱受争议的 SBMM 系统呢，同样是量化的产物啊，它会把玩家因为挫折而减少的游戏激情量化，最终通过大数据分析，然后制定 SBMM 的规则。 让大多数玩家能够始终在理想的水温下游戏，不至于碾压其他玩家，或者被其他玩家打的红温啊！这套系统把量化发挥到了极致，甚至能够动态调整敌方的血量和 hitbox。这听上去绝对理性、绝对科学，但为什么最后 SBMM 系统失效了呢？啊，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很多玩家抱怨的 SBMM 系统破坏了游戏的公平性。 或者说让那些水平稍高的玩家难以享受虐菜的快感啊，这种说法，而是 SBMM 系统因为洞视其他的量化决策而失去了意义，更没法达到它留存玩家的初衷啊。COD 十九第一赛季时还是真的想做长线运营的，所以通行证里的新武器强度还是比较平衡的，而且通行证进度呢也是游戏时长加游戏得分，刷起来并不痛苦。 但董事一看，哎，这个玩家购买高级通行证的意愿不足嘛？啊，那好，第二赛季开始，通行证里的武器强度狠狠的拉满，然后通行证进度也只能按游戏时长算了啊，你拿多少分都不影响这个进度。你要么被新武器虐够了时间，然后你才能拿到新的 OP 武器，要么你就买高级通行证减缓痛苦。 啊，要想一点苦都不受，然后虐别人，那你就要直接去克进度了啊！这个就属于一种变相的逼氪嘛！啊，这样一搞，轮椅枪啊，谁用都强；龙息喷啊，只要喷个大概的方向就行了，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玩家之间的技术差距。至于 SBMM 这个系统，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。你要想不被虐，那你就要用这个本赛季最强的这个通行证武器。 啊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不管在什么分段都是要被虐的，因为这个新武器强到根本就不用考虑你这个玩家的所谓的 skill 啊，那你随便对着人射就行了呀，这要不会的话，那这要残疾到什么程度，对吧？那玩家呢，如果不想被动势牵着鼻子走啊，多花钱，那就只能去挂机了，然后挂这个通行证时长嘛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天天挂机，挂到那边挂,挂挂挂挂，真把时间挂够了，武器解锁，你也发现啊，这个游戏索然无味，也就退坑了。 S B M M 呢，原来是根据玩家的这个技能的表现数据啊，然后来对吧平衡玩家之间的这个对局啊。但是你出了这个轮椅枪以后，除非是真的有残疾的玩家他用不好以外，那你这个根本就没法平衡这个玩家的这个技能表现啊。而在这个留存玩家这个初衷上面呢，也因为东视要赚更多通行证上的钱，玩家对吧？ 已经不想玩你这个游戏了，直接就去挂机了。然后在挂完机以后，发现这个游戏真的太无聊了，那流失的反而更厉害了。但动视其实真的不太有所谓啊，对这些情况，因为从宏观上啊，这个财报还是好看的。至于玩家的流失呀、啊、玩家的体验啊、玩家的抱怨啊，他其实关心这个干嘛？对吧？这个量化的大方向上，就是使劲榨留存玩家的剩余价值，来弥补流失玩家导致的利润损失。 目前看的这个思路还是完全走得通的啊，所以呢，《使命召唤》这个游戏在近未来也不会有很大的革新和换血。动视的量化手段最终服务于财报数据，而非构建一个更加成熟的游戏啊。当鲍勃·考迪克或者下一任 CEO 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啊，在白板上勾勾画画、指指点点时啊，下面的这个大股东这个一边赚到钱一边听了直点头，哎呀，这个 CEO 的方法论一套一套的，确实是专业的。 但这个专业呢，只是金融角度的专业啊啊！为了维持它那套不败的量化方法论与漂亮的财报数据呢，COD 这个游戏啊，这些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，拆东墙补西墙啊。COD 呢，在写实像娱乐 FPS 里面啊，还是绝对的一家独大。啊，这个玩家流失的影响呢，确实啊，暂时还不足以引起质变。不过有一个暗线是，目前 Z 时代玩家，欧美呢更倾向于玩《Fortnite》和《Roblox》。 日本这块呢，更倾向于玩 Apex、COD 玩家在流失的同时啊，新血液其实是比较缺乏的。COD 战区虽然曾大获成功啊，但目前看，对新世代玩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。我不知道考迪克是不是也不看好 COD 的长期商业价值啊，所以这两年已经准备好金盆洗手了，拉微软来接这个盘啊。这两年呢，动视啊，完全按照量化的思路，不惜破坏游戏的根基。 和核心游戏体验以及玩家的这个耐心和信任啊，来拉高财报表现啊，不会就是为了给斯宾塞演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吧？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，我相信 C O D 的商业价值的底子还是在那儿的。大厦轰然坍塌这种事情概率还是非常非常小的啊，而且从我个人作为玩家的角度来说啊。 我对下一部由 t r 克 a c 制作的九十年代啊，谣传是呃海湾战争背景的这个新作呢，还是蛮期待的，没准呢到时候也会重新入坑、啊。